主料：菌糖500克，豆腐50克。辅料：茶树菇、鸡肉丸、火腿肠、冬笋片、香菇、香菜、胡椒粉、盐、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茶树菇、香菇和鸡骨一起熬出菌汤。熬汤的时候不添加任何调味料。嫩豆腐用勺子挖不规则块备用，香菇和火腿肠切备用，冬笋切片、香菜切断备用。准备鸡肉丸，另起一锅，加入适量煮好的菌汤，放入鸡肉丸、豆腐块、冬笋片、火腿肠段和香菇一起煮。煮的同时加入盐、胡椒粉调味，汤盛出锅时加入鸡精和香油，撒入香菜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泡发香菇的水不要丢掉，煮汤的时候加入进去一起煮，避免营养流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